因为我们讲了电话讲了一个半小时了哈，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其实前前后后也接近应该有2个小时了吧，好像。哦，其实你想要骗我什么东西嘞？我要跟你讲，你的这个方法不行。太假了哦！Ini adalah notif penting dari radio pihak mahkamah. Ada satu tuntutan saman. Ingin mendapatkan keterangan yang lebih lanjut. Halo, Mahkamah Tinggi Alam Sah. Apa boleh saya bantu? Sorry, mana? Ya, Inci, selamat petang. Ya. Mahkamah Tinggi Alam Sah Kedah sini, Inci. Apa boleh saya bantu? Saya tadi dapat satu call. Okey, Inci, kalau Inci ada dapat voicemail ini, maksudnya Inci ada kes penting perlu diuruskan di mahkamah kami. Inci, Alostar. Apa nombor kes kah? Atau nombor rujukan? Alostar kah? Ya, Alostar Kedah. Tak ada. Apa kes lah? Maksud Inci pun tidak tahu kes apa. Saya tak pernah pergi Alostar lah. Okey, kalau saya di Johor lah. Tolong Inci buat satu semakan. Maksud Inci orang Johor. Okey. Okey, tak apa Inci. Di sini saya akan tolong Inci buat satu semakan. Kenapa Inci boleh dapat watch video ini? Inci laporkan buat IC, kalau saya tolong Inci semak dulu. I see ya. Okay, 75, nanti saya pikir dulu. 75, 12001, 14. Okay, boleh tak saya tahu saya sedang bercakap dengan siapa? Itu ada nombornya? Ya. Saya Tan, T-A-N. T-A-N. Okay, lagi? Tan, C-H-E-E-M-I-N-G. M-I-N-G. Ya. Yeah. Okay, Inci saya tunggu sebentar. Saya tolong Inci buat satu, saya makan terlebih dahulu. Okay, Mr. Tan, 听到吗？哎，听到听到。哦，你会讲中文啊？好。对啊，我们用华语沟通 OK 嘛？因为你的 case 啊，我们用华语的话，你也是比较清楚明白嘛。好，这样子好。在这边之前呢，我想问你，你之前有跟 Maybank 有什么来往吗？在 Alostar？ 我没有 Alostar， 我没有去过 Alostar， 从来都没有。没有去过。啊。对啊。因为我看你这边，你是JB人嘛？我住在 JB 啦。OK， 那 OK， Mr， 我现在开始跟你报告你的 case 啊。好好。OK 啊 ，Mr， 就是根据资料显示 ，Mr， 你是牵涉一起杀的案子。杀人案啊？收这张信用卡呢？等一下，杀人案。信用卡。哦，信用卡不是杀人案，吓死我。收这个 credit card 呢，它后面是为957，这 credit card 有欠款，它的 total amount 是25,835。哦 ，OK， 25,000，好。OK， 就是这张信用卡呢，它有了不寻常的交易记录。Mr. Tan，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误会吗？跟 Maybank 那边？没有啊，有什么误会没有啊？我没有收到有这方面的东西啊。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case？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 case 嘛，对不对？就是欠款的，它是什么时候的 case 来的？是今天、昨天还是上个月还是？就是这个欠的这一笔钱呐、啊，是什么时候的？那你的这张信用卡呢？它的分期日期呢是18号10月2019年。哦，去年 ，OK。然后就是你的这张信用卡，它里面有几条不寻常的交易记录，所以现在已经是被冻结了。但我没有，没有这个交易记录啊，我这边没有收到啊，任何，因为你讲25,000呢，应该还不到20,000，不用到20,000啊，搞不好5,000-6,000。Maybank 就通知我了吧，如果有不正常的交易的话，但是我到目前为止，如果你们没有打电话来，我都不懂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张信用卡是按着你的啦，可以吗？它的尾数是3957，这张信用卡是按着你的啦。不是啊，我没有3957啊，我的不是3957啊。你说 OK， 你是说这个3957的不是你的？对，因为我的不是3957啊，我的卡。OK， 至于刚刚那你说为什么银行没有寄信给你呢？因为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后来有其他不寻常的交易记录。然后就是说呢，因为在我们法院今天呢，也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你说你会牵涉到这一起案件呢，你已经是第18个人牵涉到这个案件里面。就是说刚刚好像有17人。没有，我就觉得这个案件好像很大单的哦，这样子，我想知道什么案件。OK， 意思就是说，刚刚早上17个人也是跟你一样牵涉到这个Maybank信用卡的 case 了。是。现在他们所有人是，就是都已经联络 IBD 到那边进行协助调查。所以在这边呢，意思我也希望你给个合作，警方那边做这个调查。好，可以，我等一下去报警吧。什么？等一下去报警哦，对吗？我跟警方合作啊，等一下去报警啊。OK， 好 ，Mr， 我在这边呢，我会帮你，就是我会帮你启动一个紧急通话，我帮你连接过去 IBD 高大厦那边，就是你就是在通话里面，
就是你跟我们做这个做就是跟我们配做这个调查哦，清楚吗？你好啊 ，Mr. 刚刚你是啊，对，刚刚你说什么？我没说东西啊。OK， 那好，你现在有纸跟笔吗？就是我让你抄几个，就是有关系到你这个案组的重点。你可以发给我嘛，你我的电话，你就直接WhatsApp 给我，还是说直接把那个直接 text 给我可以吗？就是我的职责，我不包括这些的，你问清楚。哦，我才清楚。好，没关系，你说。OK， 那好，你抄你的上班号码。A090。A090。A090721。721。对，然后一个是 Line 20。Line 20。A090721/20 是吧？就是这张信用卡的后面是四位数，就是3957。3957 ，OK。然后这张信用卡它的申请日期呢是在18号10月2019。你加称呼啊 ？OK 啊，你可以叫 Mr. Low， 我是名叫 Steven Low。哦 ，Steven Low，L O H 啊。L O W。哦 ，L O W。OK，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这张信用卡它的欠款它的 total amount 呢，就是25000。25000。哦 ，OK，Ringgit 啊。没有错。什么？马币来了哈。对麻痹，对。OK， 好了。OK， 你知道你可以重复多一次吗？哪一个？上班号码。OK。A090721203957，然后申请日期是10月18号2019年，欠款是25835分。嗯，对。OK， Mr. Dan， 就是根据我们银行的程序呢，就是在这个两个小时里面，如果我方法院还没有收到一封来自 IPD Kota Star 的一封特处信的话。就是国家银行那边将会在你名下所有的户口扣除掉这个25835。OK。这你可能还会就是面临到被告的危机啊，你清楚吗？这个扣除是扣除给谁？扣除就是这个归你该的欠款25835，因为这张卡是按照你的名字嘛，所以我就告诉你，你说你跟 IPD 国泰沙那边就是做这个配合，就是跟我们就是协助调查。如果他们真的可以证明你的清白的话，就是他们就是这张信用卡真的如你所说不是你所使用的话，警方那边会发一封信给我们这个特殊信，就是他们会在你的户口里面扣除掉这个25835，你清楚吗？清楚。所以我现在打电话去 IPD 科大是吗？不是，我是说我这边我会帮你启动一个紧急通话，帮你连接过去，就是 IPD 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通话呢，他们会优先处理你的案子，你清楚吗？哦，好，明白。因为我们法啊，对 ，OK， 那我现在想问你，你是在哪里啊？你在家呢，还是在外面呢？我在妈妈当喝茶。不可能嘛，现在这个时候，但是在家里啊。对啊，所以你是说你是在家，你一个人吗？明哥蛋。没有啊，当然不可能一个人啊，家里怎么可能一个人？OK， 那好，我是希望你就是可以选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扰你的地方，也不可以有任何的吵杂声音。为什么呢？就是你当你跟警方们录这份口供的时候，就是如果有任何的吵杂声音或者是有第三者跟你说话的声音，就是你的这份口供在我们法院这边是无效的，你清楚吗？哦，那如果他不是和我说话，他是自己说话呢？就是已经你的房间吗？我现在在房间啊，他们就是在客厅。OK， 那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在房间啊？对啊。你现在有听到声音吗？有听到有？你现在有听到其他的声音吗？我现在是没有听到。这样 OK 啦，这样没有问题。OK， 因为我是担心小孩子要跑进来了。嗯哼。OK， 只要 OK，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只要没有任何的吵杂声音，也没有任何第三者跟你说话的声音，是，那我就 OK 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就是把你的房间门锁起来。锁起来啊？哦 ，OK。但是有一个问题嘞，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假如那狗忽然间吠，会有问题的吗？你 OK，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哦，这样 OK 啦，因为我的狗常常会跑进我的房间来啊，然后锁，等下我锁起门，它会在那边爬门啊，我怕，我担心。OK，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你准备好的话，我就把你转接过去 IPD 哥大厦那边。我希望你就是好好跟我们配合做这个调查，好不好？好，谢谢你。OK， 那好，就是你不要关机，然后你在线等一下，我现在帮你转接过去。哦，好。Hello， 干了，什么事情啊，干？哦，你会讲中文啊？哦 ，OK， 我 sorry 啊，不好意思。哦，你是中国人啊？华人。哦，因为我 sorry， 我以为科大不会讲中文。
是这样子的，刚才有一位叫做 Steven Law 的，他 call 我，他说我有一个3万是关于这个 credit card 啊、被盗用。被盗用。嗯。你就说你的 credit card 被盗用吗？对对对 ，credit card 被盗用，他告诉我我有一张 credit card 被盗用，但是他说现在是你们这个什么 IPD 科大这边是要通缉我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啦 ，OK， 叫所以才把我转过来。你的 phone number 是 A090721 是吗？啊，对对对对对。OK， 那你之前有没有遗失过你的身份证或者是有交过给其他人做使用有啊？啊，其他人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说什么反正比如啊你申请买那个电话卡啦、啊、或者是有申请给你看那些有啊有啦这一定是有啊我听不到你那边断断续续我说现在检查所以已经是变为了一个事变为了一个换机的入口明白是明白你现在已经说出来刚才如果你有做的话就会比较好如果你没有做的话，那就好，没有交款，交款是一个清白。好好。到底是去哪里呢？你吃饭？啊？我去喝水啊。还没水，去喝水。对啊，一个多小时要来讲了。手机的话，告诉你的太太管道。没关系啊。哦。请问谁？他没有问啊。听到讲什么？没有，我听不到你讲话。Hello？ 我不知。今天你要去喝水，你问出来谁问我一声？这样我没有想到喝个水这样严重啊！没有，这法律，我觉得法律必须要遵守。哦，法律要遵守的。偷一块面包也是偷。OK， 明白。所以现在。OK。明白，感谢嘛，你现在去。我现在去啊，现在不能够去嘞，现在行动限制哎。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你能够跟我讲一下吗？不是什么。OK。So， 我现在就是在等啊，不可能等的嘛！你现在跟我讲要怎样样，我们都是现代人嘛，对不对？明理的嘛，所以。OK， 你没有错，你是好来配合，明白吗？最起码一个尊重人，我不是因为我今天我是端还是什么要你，明白吗？哦。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你必须要尊重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哦。明白我讲过吗 ？OK。明白。这个 uniform 是国家政府给我的。哎，是。清楚我讲过吗？清楚啊。哎，请你继续吗？还是说我现在就不继续了？现在就是等警察上门，我就和他解释。你说什么？你不叫我一就是去警察局，二就是等警察上门吗？所以我现在是需要请你继续，还是等警察上门？吃饭，我跟你讲哦，我会再继续跟你讲哦。哦。你看，我就跟你讲了，然后你来check我的信。哦，大家都是华人。哦。刚才我有好声好气跟你解释你的案件吗？有没有？有吗？有。有吗？我有好好来了解你的情况吗？有。我只是上个厕所啊，不是去喝个水罢了。我明白啊，我在听啊，我不敢出声了啊，现在。OK， 不要挑战法律，记得这句话，我一直都在配合啊，就喝个水罢了，你就不要我不配合，我都不明白。你这样子讲，所以你不要继续讲了啦。啊，你再给我重复喝水，是因为我发觉你呢，还是你要我给你道歉？我不用道歉，我们继续就好了。直接讲一句话罢了，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给我报道一次，知道吗？怎样报道？
OK。啊 ，OK OK， 哦，所以我可以问问题嘛？现在我可以，我现在有可以问问题吗？可以啊、哦，因为我们讲的电话讲了一个半小时啦，哈、哦，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其实前前后后也接近应该有两个小时了吧，好像。哦，其实你想要骗我什么东西呢？哈、啊，我一直在等呢，就当聊天啦 OK。我要跟你讲，你的这个方法不行，太假了啊、哦！太假了，讲真的，啊、真的。什么建议可以让我这里的素质改一点的？那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我是不相信的先？